哎呦，哎，要把它弄断了，要把我们家的东西弄断了。自己小时候会回去原住民的部落，是哪个族啊？太阳。那部落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？什么？我小时候有吃飞鼠肉啊。以前是一开始是？哦，我一开始是做环保工程的，不管外面台风啊，或是下雨，有一个阶段性的时间去检验一些水的东西。我有上过新闻，报纸上面也有刊。想请你模拟一下，在台风天的时候，有一个记者去采访你。哎，记者现在在台风市工业区某个河川上面，现在发生了一个大爆炸。现在我们来访问一下现在在现场检验的人员。我天哪，这么严！如果你拥有雷神说的能力，你最想做什么？拯救世界。好，拿到奖金最想做的事情？Say something to inspire yourself. 等一下。我还没有反应过来。记者现在是在第十一届呢进步奖的现场，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，从第一届到现在都有参加，我就非常非常感动。好，我们谢谢贝晨，我们要告诉大家呢，进步奖我来了。